微信加上呢，找不到合适工作联系我。我可以走了吗？真装逼！哎，小黄啊，，call me。憋气。那个小丸子，咱们过两天可能得搬个家了。为什么？这里我学校和你公司都近。我换了个工作。啊，是送快递太累了，那先吃饭吧。哎，放心吧，我没事儿啊。嗯。来了来了来。你咋找来的？去你单位问了。前单位，你来干嘛？哎呀，这是耽误你了。我小妹儿，你说啥呢？一起吃点吗？人家啥身份，能跟咱吃点啊？吃吧。你别管他，来，咱俩吃，咱俩的来。吃。干嘛？你吃你的。让座呀。你坐过来。算命先生都说我这回是上上签儿。